这段时间，我们之间总是隔着段奇怪的距离，这种忽近忽远的感觉真的让我很难受。我们能不能……再见面的时候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我也希望能尽快站到和你比肩的位置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小兰，爸爸先走了。爸爸，不要走。你要照顾自己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也照顾好弟弟小池。2024年，哎呀，小兰姐是不小心买到假货了。或许，我选的礼物不大符合小朋友的口味。啊，所以这个礼物是你准备的？你就是一只没长大的小绒草。等安排好顾池母子出国，爸爸就回来给你补过生日，但你再等等爸爸，爸爸已经跑着回来了。